有一位帅哥点的哇，阿罗罗，雷德，还是很新的，应该是很新的吧？
无缘做鸳鸯哈，无缘做欢忧。OK， 如果没有唱，你再点啊，你再写啊，再写啊。好，我们谢谢我们的，谢谢我们佩芬，谢谢王凤君。那我们马上的来欢迎我们下一位，是叫我们的高美又高又美，欢迎冯高美小姐。Hello， 佩芬好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哎呀，这个讲话好听。哎呀，那等一下呢，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是呀，是啊，有这个宣传的。好啦，第一首歌曲，我也是紧张下次借一台就好，不要借到啦。有这司仪，下次借一台。你今天的好话就说很少，跟你姐没两难，你在讲什么？好，那你要唱哪一首？我也来唱这首点唱的歌，我也是很怕耶，谁来爱我？啊，谁来爱你啊？怎么办？我唱叫那个希腊那个爱你啦，啊，希腊，然后就是那个 Celine Bad 咯。黄先生真的有来，开玩笑。哦，黄先生有来哦。哎，你好，不要浪费钱在这种女人身上。好啦，来做第一首点唱的《谁来爱我》。哎，你好好来啊，真的。OK， 来麻烦老师。我爱你不错，我的心。